来我们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又是一年一度的汉服开箱，一年一度，一年才一件，也太夸张。上次应该是汉上华联的时候吧，募集就是大家有没有比较推荐的汉服啊？这一次呢，是一位来自刘思欣池下家的曼珠沙华，是属于明治长衫的款式。就是大家给我的这些汉服的那些名称啊，这些全部其实我都有去 search 过，我都会一一的去安排。当然，像明华堂这种要上千块的这种，我是没有办法。这个我相信肯定不踩雷吧，这个不踩雷，这个是烧钱包。对，我就看了大家的留言了，然后其实曼珠沙华这四个字的确会比较吸引我，真的，我看了我都觉得哇，一定是很有 feel 的那种。对，在找名字的时候呢，刚巧我有找过这一件，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哦，要不要买这一件 ？OK， 好，先 pass。结果就有人推荐，我想，嗯，这个名字好熟悉，嗯，搞不好就是我看那件，哎，真的是，所以这个是命中注定要买你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池下的这个包装啦，很池很下，你知道吗？夏天的池塘，对，就是池下那种感觉。那这件汉服呢，就是在9月9号那天买的，好像是有点折扣。那价格的话呢，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好了。上面的这一件的话呢，其实它有两个颜色，白色跟黑色。黑色我有点怕我会 hold 不住，对，是明哈。然后我担心会不会太沉重，妈咪会讲哥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买有一点沉重的衣服？对，明这算蛮严肃，但是穿起来可能会像皇后哎，可以吗？而且就是这样子的皇后的。高度，下面的这个马面裙我就是买了红色，我觉得这两个搭起来也是蛮安全的啦。黑红也是好看，黑红也是好看。对，其实我是有一点对黑色动心，但是我对自己没有信心。黑红感觉比较符合曼珠沙华的感觉。那就事不宜迟，我们就试穿好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是猜吗？现在是放猜仪式是吗？对，我是一道菜。对，客观性享用。153，你自爆身高，无所谓。45以下公斤，我买的都是 S size， 腿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刚刚好，就是不会踩到那种，还可以看到我的脚，还行。这一款的话呢，在 Malaysia 来讲，我觉得会有点热，会有点热，感觉有一种被就是这样子触感，不好讲。如果 aircon 开很大，过得去，可是不太通风啊。而且你出去的话，其实蛮热，像我们在室内开这冷气的话，其实有一点点热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现在我们是 Malaysia 人，而且一定要穿汉服，没有办法呀。对呀、啊，看到他们很多人呢、啊，就是很喜欢配那个贝雷帽，名字莫名的很配贝雷帽，而且我就简单的戴个贝雷帽就好了。I think it's okay。那一开始就是名字的话呢，我可能会比较在意的就是它这个领这边，我觉得这个领有时候稍微会决定它的那个整体的感觉。像我现在其实我感觉不会勒，但是你看起来的话会不会松松这样子？不会松，不会松，不会松，对吧？上一次我买的那个呢，松松，松松，那就觉得。是我的颈项不够粗吗的感觉？我颈项应该要再粗一点，知道去撑住它。对对，撑它。像现在这个的话呢，我就感觉 OK， 它蛮紧的。它这两个扣呢，其实我都还蛮常注意，它这个花样蛮好看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呢也算是 OK 精致的那一种，至少也不会讲说看起来很便宜，还可以。是说它会有一点点像这些边边啊，这个丝啊，100分来讲扣个0.12分这样子吧。这样看它的这个暗纹，我是觉得蛮好看，因为它整个暗纹就是曼珠沙华一点这样水波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它的那个刺绣呢，就是给你在外面的。里面是这样子的，对，是你这样子的时候就会看得到，很漂亮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曼珠沙华就真是一个本身就是很吸引你的一个元素。在身体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它就是这边吧，后面没有对吧？有，这里。Sorry， 我不想故意，就是 around 这里，这里跟这边。那看一下它的刺绣的话。好啦，我这种小白，我是觉得还可以啊，我不挑剔，因为我们也不会刺绣，对对对，也不会看，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就是很有瑕疵的部分，其实是不会。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，我是觉得没有扣0.12分，然后再来就是裙吧，其实看到它这样子烫到美美的话，整个心情都挺好的，你会觉得就是很舒服那种感觉。其实真正很贵的马面裙的布料到底应该是怎样？因为我还没有摸过，这个算是我的第一件马面裙，所以我以后呢可能就以这个来做标准来去评价其他，就是这个的以上或者这个的以下，这个是标准线。折的部分呢、啊，我觉得也是还挺好的，金金的这些花样啊，也都挺好看的，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，对，同一款。所以你看到这些金金的部分是长怎样的，就可以想象得到我这边暗纹就是长怎样的。好，那这一套的话呢，大概多少钱？你猜？300到400。那这个裙的话呢，原价158人民币。
扣了之后是145人民币，然后上衣的话呢188，扣到来变成173左右，所以实际上我付了是318左右一整套，然后这是人民币sorry 马币来讲的话大概是198左右哦、再加上一点邮费，其实我觉得还可以，比我想要走便宜，讲真有没有，白菜来讲的话蛮不错了嘞，物质来讲真的蛮不错了嘞，你可以变成一道菜，噔噔噔噔噔噔对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挺好的，就是有在考虑吃下家的曼珠沙华的话，对我来讲我是没有踩雷啦，非常感谢的就是你们这么踊跃的留言给我，其实呢接下来你们也可以继续踊跃留言，烧他的钱包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大家这样子做的话，其实可以让我看到更多更多不同家的汉服，可以让我看到更多更多不同的作品，那其实这样子就是也算是一种交流，那喜欢我们这影片的人记得给我们一个赞，还有就是别忘了订阅我们这个频道哦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，噔噔噔噔。